强哥，嗯，问你个问题，嗯，这次去密室逃脱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很知道，我觉得重庆那个长城鬼校比较有意思，你去过吗？我没去过，去不去？那个很吓人，我第一次跟我朋友去的时候，里面有几十间屋子，我们走了第三间还是第四间就不走，他那个配乐加上那种光线，然后你整个人就有的时候就会很迷迷糊糊的。开始我们被困在一个房间里面。那很恐怖，有个这样一个大小的一块玻璃，然后我们在里面找线索的时候，突然一只手拍着那个上，然后我们所有人就被吓一跳，拍着拍了两下，然后就被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扑倒在地上，大概意思就是说他被那种干掉了，然后我还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然后突然那个人，我就比较靠近那块玻璃的时候，突然那个东西，他就一下站起来，把我吓一跳，最后让我放弃了。有一个地方就是。好像那有两条路，一个是一间教室，就左边是一间教室，然后直走的话是一个通道，还有那个通道坐了一个那种戴着斗篷的一个女的，然后抱着一个孩子嘛，然后在那个孩子在那儿哭，然后当时在想这会不会是什么道具，因为我看他就是在那儿就一动不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应该悄悄的过去，然后就突然走过去的时候，他就突然一下哇，但是整个人就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很喜欢玩这些东西。嗯，重庆那个这么恐怖你都去了呀？嗯，对啊。但是也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因为他们，还小，然后还小，真的是这样，然后就陪着他们玩。其实我内心好无望的，就是。有没有觉得逃过一劫的感觉？对啊，太好了。然后成功医院的话，它的房间数相对于院校来说要少一点，但是它的难度要大一点。然后院校的话，它的房间有8，哎呀，咱也没来，天哪！院校的话，它的房间有8套，但它的难度要简单一点。不要紧张，来医院，医院，我医院不太大，来医院到那边去，来医院，院校到这边。好，没问题了吗？我走了。为什么那边一直在尖叫？我的天，是他们在玩学校在那尖叫吗？不知道，开始啊？不是，是不是是不是学校恐怖还是地？啊，是医院恐怖。啊，不，学校恐怖，我说错了，学校恐怖。好，对，好，开始啊。那我们马上去玩院校的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呼叫零零一，我是零零二。哎，请进。锁住了，怎么办？你吓不到我，重庆的我都玩过，还怕你这个不行吗？刷回去。哎，哦，等一下。这个里边有个。这还有什么？再看一个。这个房间一点装备都没有，然后怎么飞得溜溜的？开始了。
所以你快签个名。好，我准备就不签，这就要在这个地方了。留下我们的，哇塞，这些数据太恐怖了。什么？你快写一个。我不要。太过去了。看这个生活课的。哇塞，妈！好，投给我，投给我。物结构，哪是结构？这应该。啊！有东西掉下来了。哎，等等等，没有。哎，没有。啊！怎么这熬过去了？先看上面，先看一下那个。等一下，我们不要走。小心那女的会动。爸爸，他在看。快，我们的生物老师，你的生物老师，这边有好多洞。这个应该他是要把哪里这瓶水，这瓶水倒到哪？哪有水啊？这水是不是有用的？还不知道。问一下啊。不可能，这水干净。那有的罐能打开，一瓶水能打开。我刚把水放来。找心脏，心脏在那。哦，对，他会心脏。妈妈在干嘛？哎呀，现在那个大区不一样，不能接受。有开门？哎，开门了。啥时候开的门？他让我们快离开。是开了吗？浴室。我没有走进过。发现了吗？哇！没走进过，真的。你们是不是甩人家头？他本来就是短的，万一有线索呢？自己的万一很多，一起用了，把前面的都吸引。那后面应该还是有作用的，把这个袋子必须拿到下面去。等一下，就照一下，谁开个灯？谁开个灯？哎呀，你们不在这边，这一边，后面这边。哪个是这手印啊？这个。我是说这个手印肯定有用吗？这种手哎，这种手的印子，我有好在想，要不要把手放在这个上边？不要说话。不要急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风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真的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王哥，给我拍张照。对，兄弟，你不要给他放。鲨鱼带我拍一个，鲨鱼捆绑条腿，你拍一个。抱个腿，我抱头，不，我要看尸体。请问一下，这些哪是尸体？这是人造塑料尸体。这儿是藏尸室。这个是要按照一定顺序来按它，然后它这个才会有作用。来，往上面看。哎，谁抱个这个无聊的东西在身上？干嘛呀？乖。把这个顺序按照那个插进去就行了。不，按照故事的那个，对，这个、故事情节。这应该是第一个吧。有个小孩儿，你不怕吗？正向我走来，你不怕吗？你是阳光，第一个来找我。第一个，这应该是第一个吧。哎呀，不要打小孩儿，干嘛呀？打我的小孩儿？你是脚趾啊？我问你，是巴掌吗？嗨，你插，哎。插完以后谁去那个门别关，门别关。根据我以前玩的经验，这些门开了之后千万不要关掉。对，有几次，道具一定要带上啊！前面弄道具，把它带上。好，把这门给带上。来，山田爱子。门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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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对了。怎么样？给不给力？我猜对了耶！我真的，我猜对了。你看，我们樱木花道。樱木花道的部分看不清，没到呢，你看看不清，你带着，你抱着吧。黄在这边第四格，绿在第二格，没有门了，蓝在第三格。这什么呀？他说他家电话换号了，前面的号码都不一样，最后三位号码他给我写了三个九，猜不到对象。好吵啊。
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对对。我不想去冲一下厕所。哎，别动。有声有声。哎，这么开了，这么开了。你可以在最后跑错。不行不行。哇。差点你给跑错。哦，这个是。你们是谁？是不是输在这里？这个柜子真的。你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啊！这个也开了吗？这也开了，这个也开了。别别放，别放。哇哇啊好恶心啊，密集恐惧症，我的天。他逼懂我逼懂我逼懂。这彩照怎么样？这是要抄吗？抄照看，抄照没啥用啊。哪来的你？哪儿啊？他有销魂吗？那我这样是不是范围？